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悠悠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拉拉猴 ，I am back。啊，走，这是我的 show， 我先 ，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by。我终于回归了，你们是不是很想念我呢？我恐高峰，你们一定是想念我的吧？所以今天就在淘宝开箱少不了我，哪里可以？所以今天我就把你们开箱了吧。看这条木嘴，要给妈聊上天花板聊的吧？你看，哇，买这样多东西吧？一捧花了多少钱吗？那没关系，我今天帮你们看一下有什么是好货，值得你们去买的。哎呀，啊，当然我又不会降水啊，我去做开箱，你条木嘴就啊，帮我试穿呐、啊，让我去评价一下啊、哦。病人椅啊，什么、哦？哎呦 ，Studios。哎，你的 brand 不是 MMA Studio 吗？这个 Studio 我手有 S 比你赢哦喂！哎呦，哇，难得这条木嘴会买一个短袖哦，哎呦，不超了没有温度了没哈？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像那个病人一样，我是觉得，但是线条方面是蛮 fresh， 蛮的 summer， I like it， 来试一下。我看你的气质好像不是很适合哦，还是有点像病人服不？哈 ，OK 啦，我觉得你们一定适合的不？哈，各位小飞仙，哎，不是，小飞仙是他的粉丝哦，你们就又是喇喇猴 ，OK 啦，你们叫海鲜粉啊，仙粉啊，各位仙粉，你们最喜欢的不？哇，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不错的啦，摸下来的手感虽然是有点海这样子，但是蛮 OK 的。好，下一件。哇，你又买这个阿贝的西装裤什么鬼哦？这个裤脚这样大可以吗？我是觉得还可以啦，摸起来是蛮爽的，是这个颜色。哇啦，这样阔啊！我觉得这件哦，配那个病人衣哦，这是直接可以去在那个 Columbia Hospital 睡两晚的吧？乱买的是，哎呀，又是衬衫啊 ！Oh my god， 这什么颜色？哦哟，哦，原来不是衬衫。是 pajamas， 摸起来是蛮滑的，然后这个 cutting 看起来肩膀不错啦，啊，跟我爸爸那件很像，但是好像有点长哦。像这条5尺4寸半的木嘴，我还真的不觉得啦，它穿的好看哦，穿一下。他讲这个是 Korean fashion 哦，懂什么啦？是啦，在这种棒啊，那正所谓是。穿得好看，你不是 K-pop 哦；穿得不好看，你不是 Lockpop 咯。哦，哦，你看京剧我也会哦。哇，穿得好看 K-pop， 穿得不好看 Lockpop。呜，乱买，给妈屌说屌买我，真是哎呦，我才不跟你一起上天花板哦。哦，皮实，这是麻包袋啊。这个我第一个感觉像什么啊？像我们小时候睡的那个臭啊，对吗？但是原来还是一个宽裤啊，这种是宽裤，非常不适合那种矮豆豆的家伙穿的吗？好，来试一下。我是不会很欣赏啦、啊，我是觉得啦，5尺4寸半穿了是无扯吧，好不好？哇，哎，这件美嘞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哎呦，我终于有新裤子了哦，哎呦，哎，可以耶，喂。哇，像我这种里面很有料的人，非常适合穿这一款哦，因为它通风，只有很大的位置给我装东西。我走这里平下很舒服的不？这是我的了，收身 ，It's mine。
啊，西装啊，讲到西装外套啊，这条木嘴哦，这不买是第几个？第四套啊，应该是。每一个买起来，是阿伯外套这样不？啊，这个摸起来就蛮厚的，然后这边又有家电，我就问为什么这种淘宝哦，他们讲是韩版宽松外套，但是每个哦，都放了这种九十年代的店不？穿得很丑的嘛。像我这种啊，气宇非凡、天骄之子的人穿了都普普罢了哦。你像这种平凡的人，要怎么穿得好看呢？啊？你穿上来看一下。Shit！ 来大鼓的一次 ，Shit！ 再来最后一样吗？哇，哎，去跑一遍着地穿的，哦。哈哈哦，这是战术外套 ，OK 咯。这条又是什么鬼？一条条不懂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一条条带不懂还这么鬼？不是把裤子都不要穿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拿当 bag 这样来背啊。哇，还可以当 bag 呢。哇，你看那个拔牙小哥啊，他不是出了一件 T 恤，然后吊着一个衬衫的咩？啊，这个就可以做成新的 trend 了不？他讲这个是马来要做 tech wear feel 哦 ，tech。你妈妈叫 tag 告你出门了啊 tag。Anyway， 我是觉得这件裤子有一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的吧，就是它的脚下面是这种嘞。哇，你懂当年哦，我很想买哦，那个裤子里面配 legging 那样子啊，因为它有那种让我的脚看到很 fit， 很 fashion 啊，不错。哇，哎，这件也是我的了，拜。那今天淘宝开箱呢，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这条木嘴是真的是没有买到什么好东西啦。哎呀，差点消费我，差点玩弄我，一直摆我上台，可是我家买的东西，他都不买给我。那我强大的仙粉，我现在这边想要叫你们一起集体留言，叫他木嘴买首饰给我 ，OK？ 那不分享是开个班次，你只要爱上我就可以了不？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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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你要你死啊彪！然后我们下一集见，拜，哇哇。我就觉得我要自己开我自己的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page， 没有，我应该还是有 channel 哦。哼，下面留言，如果你很开心看到我的话，写 The King is back。拜拜。